现在就跟二公子，二公子，还有这他的太太，怎么称呼？怎么称呼？哦，怡琪。怡琪，那现在教我们做这个茶点的部分。茶点。先说一下怡琪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本名就叫怡琪，然后因为我们想要就是透过一起喝茶跟一起品尝茶点。对，好名字，顾名的思义。好名字，你是一起嘛？我们是一点，我们是一点。对，才一半点，跟你一起做茶点，一点。OK， 好啊。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先把奶油跟糖粉放在一起。这个比例都是您调配好的？对，已经调配好了。全下，全下，都是全下。那我负责下这个。那要过筛哦。啊，过筛好。对，要过筛。这是您自己发明的吗？对，就是结合了茶叶的部分。是什么茶叶？洞顶吗？红茶。入门的时候，我是在收红茶。对，就是那个的红茶，我们把它打成茶粉来入甜点这样。是。就把它取名叫做旺茶酥，帮我们打发。这个很重要。哦。对。要小心，因为它会喷。会喷了。对。然后把它打至泛白，看点帮我们下一下蛋。我们的蛋一点点下，分次下就好，不可以全下哦，全下就变蛋花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怡琪本身也是学，哦，不是哦，我是有点半斜杠，我本身的科技其实是观光科，对啊，跟烘焙完全没任何关系，对啊，是因为嫁进来这里之后，然后就有客人说，我们如果除了喝茶的话，就是喝多了会肚子饿，想要吃点。茶食啊，有没有人在制作？对，然后就开始去精进去学习。因为之前邓大哥他们那边是只是专心做茶，对。那没想到娶到这样这么能干的媳妇，对，有想法啦，对啊，有想法。来，全下。对，全下。搅拌均匀差不多之后，就是可以开始下我们的起司粉跟奶粉。全下。全下。我就把它搅拌。搅拌。那这个是？这个就是厉害的哦，闻闻看一下。咖啡，咖啡，他不是说红茶吗？没有，我就放那个啊，茶叶，可以下我们的红茶，也是全下，全下。啊，我们红茶粉啊，就是有检验合格过的，也是你们这边自己烘焙出来的。对。啊，这个要搅到什么程度呢？均匀。那我来了，换我了。好，寿星啊，寿星，寿星要做很多事情。寿星大发。重心大发，面粉全下啊，我们用翻拌的哦。然后它开始粉吃进去之后啊，它开始蛋会比较有吃力感，有没有？嗯，有的。对啊，这时候正常的，然后你可以用你的双手，把它玛莎鸡一下。所以现在是把它成团，现在是靠双手喽。对，把它玛莎鸡成团，要弄成一碗就对了。对，一碗就对了，没错。要三光，好不好？三光，对，跟打面团一样。手光，专业的手光，还有什么？哪三光？盆光，盆光，还有吃光光，可以，我们家一定肯定吃光，一定要吃光嘛，体力活，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是把它封保鲜膜，封完就可以直接冰冷藏了。好，冷藏15分钟。冷藏15分钟。好的 ，OK。好。一起，这个为什么一定要24克？哦，这是有因缘的，因为这个有因缘，是有算过了这样。太多的话，面团就会溢出来，你压磨的时候就溢出来。那你太少的话，就是很扁，然后你感觉好像没有吃到东西。是，对啊，我们的那个土凤梨馅啊，是用我们在地的八卦山土凤梨。对，哦，南投这边也有自己种凤梨。有，是啦，凤梨酥一定是要。土凤梨才好吃啊！我来问问看，就是一哥和汉典，就是你们知道凤梨酥一开始有没有凤梨馅？没有，没有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老婆饼里面有没有老婆？还有嘞，太阳饼里面有太阳，都是这样子的，是不是？它是以前是用冬瓜，对，弄的。后来最近这几年，大家其实觉得土凤梨反而它那个纤维的香气其实更好吃，对。再来就可以压了嘛，对，压。一起一起叫我们一起示范一下，示范第一个面团先拿到嘛，然后就把它压扁。好的。会不会包水饺？它当然会了，我们跟包水饺原理，把它收口，然后千万不要看到凤梨哦。搓长条这是小技巧，你搓圆的，就是不好压。哎，这样根本就是一个饺子啊！饺子是不是？口可能要收在要收密一点，不然就是烤的时候它会裂开哦。要裂纹。
我们会选用台湾的造型，是因为我们的食材都用全部都是台湾，连你刚刚打的那个就是鸡蛋，我们也是用在地小农的。对，真好啊，真好。这样子哦，嗯。啊，好可爱哦，有点像尖角，金元宝，金元宝的部分，好，都是很吉祥的东西，把它放进去。旺茶书，对，把它译出来了。没事的，不会啦，他一定有算过的。这是黄金比例，哎呦，很好啊。哎，就是有，一次就上手，一次就上去，对。这是我跟一哥一起做的，好不好？要请一起来帮我们评验收评鉴一下。好，我来看一下做的怎么样。都算压得还不错，还不错。但好像我看见，哎，这个的部分好像你们看到颜色不太一样。在嘉义台南这个部分，对，差不多了。嘉义台南的部分这边好像有点爆线，对，有点爆线。那这个下去烤之后会怎么样？就开花了，它不影响口感，它只是外观上会比较不好看一点，就有一点 NG 品。对 ，NG 品。这个我们把它销毁，自己。那这个送到烤箱里面，送到烤箱里面，送到烤箱里面，没错。烤箱来那边请，在哪个方位？烤箱在后面。好。往那边请。人生就是这样，这个树下这样子，然后在那边喝爹爹。对，喝着点点，他们配他们的甜点，对，真的是喝茶配甜点。这个刚刚邓大哥就帮我们倒好，谢谢，辛苦你们，谢谢老板，是你们当中烘焙的茶，谢老板，谢老板，洞庭乌龙茶，冠军茶，对吧？不是比赛茶啦，好喝啦，真的甜呢。哦，刚刚那个大公子说，就是我们这样挑完之后的那个，把茶梗挑掉之后，只留那个最精华的那个叶子，真的就是甜啊。香甜，对啊，哦，回甘，嗯，可以再续杯吗？再来，哦，太续一下，喜欢吗？喜欢，这不行，这一定要注意，不能这个骂脏话，对，这个要注意，这很怕骂脏话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情绪一到，不行啊，我就上去了，没有，你看，好恶哦，飓风茶饮太棒了，二公子，怡琪嘞，他怎么没有跟我们一起吃？没有一起来吗？嗯，他稍等一下，是不是？他是戏约不？哎，来了，哎。Hello！ 哇，你怎么那么有心？你自己做的？对啊。哇塞，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是我公公生日啦。啊，帮他准备了生日蛋糕。邓大哥，你也是7月6号？啊，你们两个同一天生日？巨蟹座啊，巨蟹座。对啊，点点今天生日啊，我们早上才帮他过的。可是我刚刚没有跟怡琪讲哎。我绝对不会，你看，76，你也76。真的7月6号哎，太巧了吧！这个是缘分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来唱一下？哇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两位生日快乐！这边做茶，然后感受到他们彼此之间的那个情感的交流，多团结的一家人，大家分工合作，对啊，负责制茶、种茶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人负责做这个，我觉得很有一个精神值得提醒的，就是他们就是年轻人嘛，还愿意在家里面，对，把这个东西加入一些新的茶点的，像我们刚刚在聊天的时候，我已经吃完了，对，蛮好吃的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特色嘎巴茶。哦，嘎巴茶，以前我有做过啊。它就是里面是有角。哦哦，一哥听过嘎巴茶哦。嘎巴 ，G A B A。哎，一哥知道。为什么叫嘎巴茶呢？对，因为嘎巴茶这个产品是我们日本人，日本人想，为了身体的健康，他需要氨基丁酸这个成分，对，然后他把茶叶拿去做研发，在无氧发酵的过程当中，它会产生氨基丁酸，而且它咖啡因含量是基本上是几乎快没有，所以有些人喝茶会睡不着，其实没有问题，就随便喝，这就不会喝的时候很亢奋，不会，会安定。哦，你喜欢吗？非常喜欢，很喜欢。喜欢来，我帮你们准备好了。哎，你很好 Q 啊，很好，哇，不好意思，因为通常我们要送寿星礼物，哎，就寿星送我们礼物，怎么好意思？对啊。这个就是你们这边自己做的，对，里面有几种茶，有4种不一样的，有没有嘎巴？有啊，所以啦，那就对了，这个很好的生日礼物，对不对？对，已经喝到这么
厉害的茶，还没有其他可以值得推荐我们去的地方。听说就是我们小半天那边有一个不错的老师，然后他那边好像就是围炉煮茶。围炉啊，对，围炉煮茶，去小半天问一下。好的，小半天，小半天，对，我去问一下，可以去那边打听一下。好的，好的，把它补满。再次谢谢，谢谢。又再过了一次生日，太巧了。让我们体验这个啊，那个生日之美，生日之美，花马茶之美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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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。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亮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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